哎呀，起床啦！是梦。都日上三竿啦，怎么还不起床？我的儿子何时变成一条小懒虫啦？娘，不是我贪睡啦，刚刚做个好奇怪的梦，也不知道。是不是这个梦的缘故，就昏昏沉沉的一路睡到现在？怎么样的怪梦？该不会是给什么鬼魅给缠身的吧？眼睛一睁开就忘了大半，大锅记不得了，只是有种很怀念的感觉。娘，不用担心啦，我想应该没大碍的。那就好，起床后快去梳洗，锅子里的鸡汤已经熬好了，就等你送过去啦。什么鸡汤？给高老丈养生子的鸡汤啊！怎么，自从高老丈卧病在床以来，你不是每天三餐送汤粥过去给他吗？怎么连这个都忘了啊？啊，对，是啊，想是我睡昏了头，脑袋有点不清楚，我这就去。那我去厨房忙啦。还是不行，怎么样？回想不起梦中的情景。算了，还是赶快起床办事吧。好，我们先存个档。房间好像有些东西可以拿。砚台，砚台就是存档用的。好，夏侯爷妈妈一定深藏不露。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吗？没有，走。房间，夏侯爷家中的厨房，没东西。鸡汤。我们第一关要先做那个血灵神珠的字。血凝神珠的支线，不知道爹什么时候回来，可能不会回来了。对，我也觉得没有描写双亲的剧情有点可惜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玩过《血游城》，都知道夏侯爷是收养的嘛，所以没有多形容他们双亲怎么收养他的一些额外剧情，的确是蛮可惜的。好像没东西哦。OK， 就是祖先牌位，都是朝门口，有和夫风水。对，我也记得他爹没出现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好，看来没东西了，走吧。阿平这家伙对无聊是最是奇境，对游戏前十分钟决定最后剧情，没错，我们的血灵神珠一定要记得拿，所以我们要去救阿吉。血灵神珠是之后的定魂珠啦。我想看一下攻略，
是要多点几次，对不对？真的，阿玲到底怎么啦？为何哭成这个样子？夏侯哥哥，我哥他欺负我，把人家的甜甜藏了起来。又是阿平在作怪，是你的娃娃吗？别哭，我帮你找去。真的，那我就不哭了。小孩子是这样。好，我记得在后面吧。后面，这里，这里。阿平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夏侯大哥，这里挤不下两个人，你找别的地方好吗？谁要陪你玩躲猫猫啊？你把阿玲娃娃藏了起来，他哭得乱七八糟的，快拿去还他。不行啦，我和大魔王打赌，今天天黑以前绝不让他找到我，我先出去就输了。喂，那你是打算让阿玲哭到天黑为止吗？那你帮我找到，帮我找给阿玲好了，我把他藏在一个箱子里。糟了，我得躲好才行。喂，阿平，把话说清楚啊！哎，真是没办法，只好自己找看看了。那你走了。今天之前不能让他找到。下加钱玩耍的箱子有布娃娃，家里前面的当面的箱子就是这里，这里有一些残留的药丸，看来是一大副收药时遗漏的八份金床药。哎，怎么没有哇？这布娃娃，好，这个八个金床药很重要。等一下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很重要了。好，我们先把东西还给他。那怎么还呢？啊，这要进到我们的法宝里面的杂类，哎，事物，哎，不用吗？不是用点的，啊，直接给他就可以，是不是？阿玲，这是不是你的婷婷？啊，是我的婷婷。婷婷，你在哪里啊？婷婷，婷婷。是的话就好，总算帮你找回来了。夏侯大哥，谢谢你帮我找回婷婷，这个给你。彩石弹珠，好漂亮的弹珠，阿里，谢啦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还是那个单机的夏侯仪比较好看，天气节手游的夏侯仪脸太尖了，太日系了。陪你玩是无妨，不过现在正忙着，下次好吗？什么问题？说来听听吧。若海妈妈和我们一样是黑头发黑眼睛，你却是金头发蓝眼睛啊！不然阿英妈妈说不可以问这件事，万一阿姨哥哥生气怎么办？因为我是爹和娘收养的义子，虽然爹娘没有这样对我说过，但我自己很明白，我并不是他们的亲骨肉。可是爹娘视我为己出，我也当他们是我亲生爹娘，所以法色同色与我也没什么差别。我这么说，你们能够明白吗？嗯，对不起，阿姨哥哥，以后我不会再问这个问题的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在意的。好大的蝎子在爬，有这种事，我都是第一次听到。好，我们知道这个蝎子的情报了。兰州。这边应该没东西的吧？好，对，是他。阿喜这十小时又不演到哪里去，整天见不到人影。找到他后，非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。OK， 我们先做主线了，这边都触发完了，应该可以了。这边都不重要。好，这边都不重要。应该在这里吧。哇，这个音乐太悲催了吧，一进来就这样。后门。啊，这个音乐。老张。我拿鸡汤来啊。哎，是阿姨啊，真对不住，
有劳烦你拿吃的来。老丈，你说这什么见外话，平时都是你教我诸般见识和武艺，你又是我的长辈，让我尽点照顾之劳也是应该的。好孩子，有你这份心意我就很高兴了，只不过我这病是非寻常，怕是好不了了，说不定会辜负你这些日子以来的照顾。老丈，这话怎么说？昨日一大夫替我把脉开药，我顺便问起药方之事，想是我这病一路高肓，药食亡效，这才令他如此为难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一大夫性格虽然惯了些，但他医术之精就是大家有口皆碑的。老丈，你这个只不过是找了点粮，以李大夫的手腕，没有治不好的道理。哎呀，所谓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就别太在意了。不，这样李大夫没说不成，那一定是老丈你多心了。老丈，你先等着，我这就去李大夫那问个清楚。也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好，走吧。李大夫，你在里面吗？是谁啊？一早来扰我清廷。我是阿姨啊，想向你请教高老丈的病情。我知道了，进来吧。李大夫，高老丈的病应该不要紧吧？你去见过他了？是的，老丈说大夫你会诊之后面有蓝色，不知病情究竟如何，还请大夫赐教。其实没什么，我昨日替他把脉之后，发现他的风寒牵动旧伤，外加他年岁大，气血自噬，自衰，药已阑尾，自己药方虽然对了，病情却拖了节日都不能见效。那该怎么办才好？只需在药方里加一味补气壮元、通脉行血的金萼红花，药方自然有效。只是我这里的红花不巧已经用完了，非得跑一趟兰州城才能买到。而我炼的丹药也已到紧要关头，一时不能离开，说来也是挺为难的。是这样啊，是这样，那由我代劳跑一趟如何？那我愿意去一趟兰州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。只是你娘那么疼你，不知舍不舍得让你出这趟远门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老丈的病情要紧，我这就和娘商量去。也好，有了结果再来跟我说吧。这里有东西吗？看起来没有，然后也不能买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娘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夏伟将在高老丈和李大夫那里听到的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母亲。是吗？李大夫这么说啊？李大夫说药方里还需要一味金萼红花才能生效，可是不巧他手边没这味药材，得到南州城才能买到。可是他又有事不能出门，所以你就想帮忙跑这一趟。娘，你真料事如神。呵呵，你是我从小养大的，你的心声哪会看不出来？为了你爹的生意之故，这些年来要你待在这穷僻小镇，只有高老丈陪着你说谈天说地，也真是为难你的。也罢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总会是去外头的世界看看，反正凡事都有第一次，这次就让你去好了。真的？娘，你答应让我去了？兰州城不是挺远，你一个人去应该也没问题。这些银子给你当盘缠，可别乱买东西就花光光咯。谢谢娘，我一定要省着用的。那倒无妨，不过别忘记你这回是为了高老丈的病才出门的，可别一时贪玩就忘了回来了。娘放心，我会快去快回的。那就好，快去整理东西吧。 OK， 要整理要讲完之后才能拿，对不对？ OK， 不能去地窖拿，真是。哦，这布袍超重要的，夏威夷的四方钱才20两，后面坐龙，对啊，后面是坐龙，黑龙须，
解鱼吧，还是蟹鱼？啊，这边还有一个金疮药，这三个吧。三个柜子上方三个。哦，攻略没有写说这边有东西，还好我自己找到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化毒伞。好，你看吧，攻略就是网络上的攻略就是这么不齐全，那我再多翻一下。好了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好，走吧。今天会直播蛮晚的，所以大家可以，希望大家可以留到后面，越后面越好。今天你每天放假嘛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看久一点 ，OK 吗 ？OK 吧，各位。反正你们也没事嘛，这样你们都没事，那我们就一起玩吧。好。瞧你脸上的表情，像是你娘追你去了。是啊，李大夫，你要的药材就只有金二红花吗？先买这个就可以了，别的我都还有。兰州城就有一间药铺，你应该不会找不到地方才对。嗯，我知道了，那就快去快回吧。须知药不及时，一时晚难。这可以进去吗？好，不行，不能进去。他不给我东西吗？可恶！老丈，李大夫说你的病不碍事，只是缺了一个红花，所以之前药方才吃不见效。而他手头的红花正好也用完了，他那时就是有面有蓝色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。原来如此，那这去该如何才好？我已经得到娘的首肯，就要去兰州帮你买药材，你只要等上几天就行了。此事当真，真是麻烦你了。想不到你娘会愿意让你出门，阿姨，想来她也成了也是大人了。我娘从小都不放心我，其实我早就可以自己照料自己了。嗯，话虽如此，你这回毕竟还是第一次出远门，身上啥都没带，总是不妥。这样吧，你带着我这笔匕首去，要是有什么万一，至少也有他可以护身。多谢老丈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可是我劳烦你跑这一趟。不用客气，后头仓库里好像放着以前我用的旧东西，如果用得着的话，你就去出来带他们去用吧。一路上多加小心，老丈就靠你带药回来了。这就交给我吧，我会尽快回来的。老丈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那也许就拜托你了。金创药，咦，这是什么？看来又不是当晚。两颗雷火弹，我想弄 不靠雷火弹把那个蝎子 打死，应该可以吧？奇怪的符纸，披甲符 ，nice， 有这些应该都够了吧？还有吗？好，应该是没有了。Go go！是第一次出远门的紧张吧，心里老觉得骚动不已，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。算了，一定是我多心了。总而言之，先到兰州城再说吧。绝对不是你多心了，夏威夷。好，我记得是在右边的树林吧，对不对？对吗？没记错的话，是吗？左边这个是吗？是哪一个啊？我操！哦，就简直是你了，这里吗？到底在哪一个？我记得是在一个，反正不在兰州城的，哪里啦？这里啊？大地图没敌人是不是？哪里啦？哦，找到。
好像有呼救的声音。救命啊！塞纳，救救我！我不要死！阿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小大哥，救救我！你这小子，还真会给人找麻烦了、啊！你别乱动，我这就过去。阿吉，这些是由我来挡住，你趁着机会快逃！小大哥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会自己找机会溜掉的。总之，你先逃再说，快走！小大哥，你自己也要小心哦。好鞋子，要来就来吧。哎呦，第一次战斗，我都忘记了怎么战斗了。OK， 什么都没有，没关系，我有近创腰。我靠，腰好痛！好了，先用个雷火弹啊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知道厉害了吧？不然老郑给你雷火弹干嘛？就是用在这个时候啊！你以为是拿来玩的吗？我靠，腰好痛！快快快！是要卖钱也可以哦，啊，钱不重要啦，在幽城这边钱应该很好打才对。我们先把这只干死再说。浪费一个雷火弹值得啦，我看有人用普通攻击把他打死，可是太运气了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耶、yeah ！没想到在这里，没想到在这野外有这么恐怖的怪物，不过总算是没事的。哎、欸，好，可以吧？浪费一个雷火弹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各位可以吧？可救他可以干嘛？可以拿什么？哎、欸，救他之后可以干嘛？对啊，可以干嘛？那、啊、他在哪里？然后嘞？不是，然后嘞？阿姨哥哥，带你的心点好不好？刚刚他是这样讲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吗？不用再找阿姐了，是不是？好、哦，等等，给我站住！怎么了？现在不可以进城吗？小子，你大概不知道，刚才城里出了奸细，赫连大人下令我们把守城门，在他们抓到人犯之前，不许任何人离开。是啊，现在城里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小哥，你若不想惹祸上身，劝你还是过几天再来好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么凑巧，我大老远从河州跑来这里买药，要治好高老郑的病，得靠这味药，我不能空手而回啊！两位卫兵大哥，心情好，放我进去买药好吗？原来是要买药治病啊！俗话说救人要紧，这该怎么办？放人出来自然是不成的，但放人进去应该不打紧吧？小哥，咱们先把话说到前面，放你进城是可以，但是在同你撤退之前，谁都不能出城，到时候可别来为难我们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药材是早买早安心，之后我在城里慢慢等便是。你明白那就好，那进去吧。多谢两位大哥。进去之后就回不去咯。好。好，找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呢？对吧，是这里吧，我没走错吧。晾衣服，对啊，晾衣服。在这边角落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，对对。哇塞，这谁知道啊！真是不甘心啊！我不惜一切手段才弄到的命卷，
虽然和这次西夏军要收的东西没有关系，但是一定会被他们找借口抢走。可恶，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不如早点高价卖给别人算。这位小哥，你来得正好，这个羊皮风卷你有没有兴趣啊？我吗？废话，这里除了你还有谁？这羊皮风卷藏着至关重大的秘密，是我花了半辈子的时间才弄到的，如今逼不得已就以350两卖给你好了。这该是你一生一次的机会，怎样，你有兴趣吗？是。350两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，那我看看身上的钱够不够。哼，才这点钱你想买我辛苦弄到的风卷门都没有，这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啊，我没钱。真是不会做生意耶。好，这边就是炼药的东西。好，老板打听一下，你这有一位卖金鳄红花吗？金鳄红花那自然是有的，不过前些日子里流行风寒，我这里的黄花给大夫开方用完了，得等像是草药商来才有货。这里的黄花也卖完了？啊，是啊，别的药材都有，就是红花没货。小伙子，你非要这味药不可。我有一位长辈卧病在床，大夫说要这种红花才能使效率透露，所以我专程从河州来这里买药，可是这里竟然也没货了。啊，你是从河州来买药的啊？那一定认识李大夫吧？这倒不成问题。我自己卖的红花是一个住在天山草药商转卖给我的，他每个两个月会来这一次，现在是初五，如果没差错的话，来不及再两天他就过来了。啊，那就好，只是一两天的话我还可以等，不用这么麻烦。我曾听他提起过河州镇的李大夫向他订一些奇奇怪怪的药草，有时他也会把货直接送过去，这样红花去货去的这么厉害，等他送货过来之后，我就请他顺便跑一下河州好了。这样的话再还不够了，那就麻烦老板你了。好说，如果你还想买什么的话就请四处看看吧。 OK， 先存档。可是我要买什么呢？雷火弹吗？哎，化毒伞可以卖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找风铃声了，那我们先去把羊皮卷买到。在这里，这个是古伦德的圣枪吧，我记得是。幸好带的银两还够，这也是350两，清点一下。好，这个生意成交，这就是羊皮风卷，请好好保存，我现在可以赶快离开，失陪了。不是，你也离不开啊，你是要离开去哪？封城呢？我想玩这个游戏啊，很符合现在，因为现在各国也是封城。这羊皮风卷有如此价值，不知里面到底记载些什么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羊皮风卷上空白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被骗了。等等，可恶，那家伙早跑无影无踪了，回去一定被娘骂的半死。哎，就当做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吧。好，我们去找风铃针吧。这飞屋里好像弥漫着一股不祥之气，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在这里待久了，还真是令人有点不舒服。我还是出去外面好了。有人？你是？是我小兄弟啊，还好不是西夏兵士，真是吓了我一大跳。对不起，我以为这里没人住，这才贸然闯入，绝非有意打扰姑娘。呵呵，没想到被你这小伙子称作姑娘，我的年纪可以当你姐姐的呢。你别在意，这废屋本就没住人，我也只是刚刚才躲进这里而已。躲在这里？莫非你就是西夏兵正在满城搜找的女贼？哼，说是女贼多难听啊，我只是和他们签约一下某物，没想到那西夏统领小气得紧，竟然因此就下令关城抓人，给大家惹来这些麻烦，真是令我过意不去。怎么
你想出去通报西夏军来抓我好领赏吗？这位姑、姐姐，我瞧你外貌秀丽聪慧，谈吐文雅大方，一点都不像是那些偷鸡摸狗之辈，我倒宁可相信是那些西夏士兵们自己搞错了。哎呦，瞧你一脸老实样，当然看不出来你的嘴这么甜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拿这么多美词称赞我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做夏侯仪。好个文雅的名字，和你很相称。我叫做风铃声，风火的风，火风爵的风，铃铛的铃，声鼓齐鸣的声。哼，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，你就委屈一点叫我风姐姐好了。风铃声，林清声论天乐和鸣，风姐姐的名字也很好听哦。你这坏孩子，从哪学来这些讨人欢心的词儿？你平时都这样拐骗别的姑娘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只是一时有感而发，心里便自然而然想到这些词语。如果这样说话不妥的话，我以后就不说了。瞧你一副老实样，也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，算我冲坏你了。对了，现在外头情况如何？简单来说，街上现在半个人都没有，大家因为怕事全都躲回家里去了。西夏兵正在挨家挨户的搜，不知道何时搜到这里来。哎，看来我还是在劫难逃咯。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，别要和我牵扯进来，要是让西夏兵撞见了就麻烦了。可是这样子也不挺妥当啊，如果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离城，我愿意尽力帮忙。你有这份心意我就很高兴了，虽然咱们相识时浅，不过看起来挺投缘的，如果等逃过此劫，将来必会有机会再聚首吧。可是谁在屋子里面？糟了，找到了，女贼在这里。不只是女贼，还有一个小贼。几位军爷，东西是我偷的，这位小哥只是凑巧路过，和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们就是放他走吧。少啰嗦，不管是女贼还是小贼，只要在场的就通通给我拿下，同领有命，肝胆俱无的一律格杀勿论。你们是也蛮狠，我真的和这件事没有关系。哼，不给你一点颜色看，看来你是不会乖乖束手就擒。好痛！你们竟然……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白脸，和我们讲什么道理？到了铁牢里再慢慢说吧。我的头！你还在那装神弄鬼，想再吃我一刀吗？既然敢挡三无尊体，无知下辈，尔等万死亦难偿此罪。夏侯义，你怎么了？死吧！夏侯义，你究竟是妖怪？这小子妖怪！胡说，那是妖术。没想到你这小子竟然……别怕了啊，把他们统统给我拿下，死活不论，上啊。 OK， 雷影之柱现在用吗？先不要了，火风攻击应该就够了吧。哎呦，我发现取消好像有点难按，打小兵应该很容易吧。哎，死的。刚刚有丢攻略，希望可以看一下对话。OK， 好痛，可以的，应该很简单。OK， 赢了。好家伙，算你厉害，等着瞧吧。这是我做的吗？没想到你如此年纪便已掌控离火之气。只是这似乎并非你本来之力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只记得那士兵砍伤我的手臂时，忽然有一股不知名的热流涌向全身，
心里不自觉念起了引焚巨焰的咒语，于是就这道起了引气之诀，可不是一时三刻学得起来的。你以前从未学过天法魔道等咒术吗？剑术倒还学过些，咒术可是半点都没有。说来奇怪，现在我还记得刚才那火咒的咒言：黄溪诸火，磷粪化焰。哎，快别念了，你这咒语听起来不假，别又要烧起来才好。不过你这咒语到底从哪里学来的？总不会是在上辈子学的吧？这我也不知道耶。啊，算了，现在要紧的是此地不可久留。刚才考掉了西夏队长，一定会通风报信。如今又已经牵扯其中，想置身事外也难了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不妨就此结伴同行。有了你心得的火咒之力，或许咱们能合力逃出升天也不一定。风起姐，你说的对，这些西夏军看起来蛮横的紧，有些落入他们手中受苦，不如拼命全力冲杀出去。好，难得你年纪轻轻便如此胆识。对了，既然此后便是伙伴，须得先彼此定了称谓，也方便日后互相称呼。你严谨叫我为长，那我还是叫你风姐姐吧。嗯，既然叫我风姐姐，那我就当做你姨弟好了。我家中没有兄弟姐妹，在师门中也排行最小，你就当我姑姑当姐姐的影好吗？只要风姐姐喜欢的话，我这次没有异议。嗯，外头好像又有人声了，不妙，咱们可以赶快离开这里，设法避开城里的西夏兵士，然后沿着暗巷小路四处看看，找找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逃出的。就这么办，事不宜迟，风姐姐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嗯。OK。好，先存档。走路，哦，有敌人是不是？吓我一跳。有需要练等吗？应该不需要吧。我蛮痛的哦。啊，这么快学到天上学物。再走过去，就会给所谓的兵士看到，还是先退回去为妙。这马车后门开着，里面是这些，应该是西夏军的马车，这里满载油粮走重，却不知要上到哪里去。我听老丈说过，这些年来西夏军常兴兵戎，新武在进城后采购整补是常有的事，是吗？等等，这些马车竟然载满了货物，说不定待会就会上路出发，咱们便躲进这马车里来个暗度陈仓，说不定就可以顺利出城了。躲进这马车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所谓福祸福比邻，凶中藏吉，有时越是凶险之处却越是安全。西夏军在城里四处搜索，我们不管躲到哪里迟早会被找到，但他们未必会想到这里。说的也是，那咱们就赌他一赌吧。OK， 风姐姐，咱们就这样躲着吗？眼下只能见机行事，先耐心等一阵子看看吧。老丈，怎么了？瞧你一脸慌慌张张的。头领想奸细，说不定早已离城，要我们先和两队骑兵到山谷去扎营，以免被对方抢先一步。这回采买的金着重都搬上车了嘛？不是早就弄好了，要马上出城了吗？头领有命，越快越好。因为两队人马要等整完队才能开拔，咱们再走重的可以先走一步。知道了，顺道替我队守门的说一声，我这就解鸾上路。呀，这，我们应该已经出城了。风姐姐，成功了呢，扔到剑士字迹。果然是很高明，以后我凡事就听你的好了。别这么说，我原本只想赌赌看，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。师兄们常说我这人老是喜欢行淫险者，不过这习惯终是不好，你可别学起来。出奇制胜可是兵法谋略里的高招呢。凤姐姐，你就别客气了。话说回来，在这之后咱们该怎么办？门州城外数十里尽是荒原，
此刻跳车只怕也无处可躲，他们不妨就等马车到了他们所说的山谷再找机会逃脱。即使如此，此刻我们现在只能在马车里睡大觉了。那也没什么不好啊，养足了精神准备待会逃命，到了山谷之后说不定又有一番恶战，先趁现在休息片刻，长御术法之用是很累人的。说的也是，那我就先闭目养神一下。姨弟，其实有件事我瞒着你没说。姨弟，已经睡着了，身处险境之中竟然还睡得这么好，真是感到无畏的少年啊。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如果今日的相逢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只希望能任性胡来，不会害了他就好。 OK， 你醒了，这一路睡得可好。还不坏。咦，马车已经停下来了，已经停好一阵子了，刚才好几个人在外头忙得不可开交，想是在卸货扎营，不过没动到这车上的东西，不然就得叫你起床打架了。真的，想是我睡得死沉，什么都没听到。凤姐姐，咱们这就下车吧。嗯，此刻外面没有人声，正好我们四周看看探看，不过那西夏统领说不定须臾便知，咱们千万不可大意。嗯，下车就是对战了。是谁？咦，你们怎么在车上？是间隙。一定先下手为强。他们觉得奇怪，后面怎么有人？啊，没有一击必杀。好痛哦，他怎么专打夏侯仪啊？OK， 解决。好在事是没引起外头注意，不过不宜在这久留，咱们快密路出去吧。往洞外走吗？不过这洞窟看来别有洞天。凤姐姐，咱们先探一下再走如何？啊，当然好啊，不过可别太勉强了。我知道了。好，幸存档这边很重要，等一下要进兵里了。